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巴黎卡达巴》。经过前几期节目的播出以后，我们节目收到了越来越多朋友的关注。很多观众朋友们问我，李老师，我们怎么才可以参与到这个节目来呢？其实很简单，只要你喜欢唱歌，热爱唱歌，敢于一展自己的歌喉，只要留意我们节目最后的报名方式，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无限欢迎您的到来。本节目由美味传千里，幸福传万里的幸福楼冠名播出，同时由巴黎爱美丽珠宝公司、巴黎大元酒家、万家灯火酒家以及尼加拉批发酒行联合赞助播出。阿远你好。哎，你好。哎，非常欢迎您再次来到巴黎卡拉巴。是的，是的。这个你知道，不光光是第二次，这个第一次就是这个节目从开始电视播出，第一位出场的歌手就是您唱的那首歌。是的，那个第一位应该是那个李子荣，我是第二位吧。第二位。我第二位，但他写了写是第一。反正是这个节目的这个一位元老级人物。也没有了，就是就当时唱完了，后来这个电视播出，甚至包括通过这个微信传播，这你的亲戚朋友对你有什么评价？评价他们说我有好胆子好大，怎么上电视？我说我是一个喜欢唱歌，然后上电视，真的我也给自己一个挑战，我从来没上过电视台，今天也一样，也是有点紧张，但是我说也是一个经历吧，也蛮好的，蛮好玩的，就可能然后人家说你胆子大，其实是在觉得也是在夸你这个唱得好。我不知道啊，也许夸我，也许给我一个鼓励吧。你说上电视唱歌要有点勇气的，没有勇气也不敢上去。真的，我也是觉得就说明你对自己唱歌也是有自信的。自信给自己一个锻炼的机会，可以这么说。然后第一次这个瘾没过足，现在要再来过一次瘾，再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华。哎呀，第一次因为觉得好像自己表现得不怎么好，因为那天第一次嘛，那个华人卫视台可能在那边搞，也是刚开始做。对对对，我们也是刚开始启动。音响各方面都还不是很到位，但是我就想，能不能这次给自己，表现得更好一点。弥补第一次的不足，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鼓励，是就是能够把这个节目做得更好，更有质量哈。对对对，然后呢，唱歌我就一向的喜欢，从小到大都很喜欢。然后通过这个平台，我觉得唱歌给大家带来快乐，我自己也快乐，那何而不？对，因为我们都是平时喜欢唱歌，也不是专业演员，就是快乐是最重要的，是吧？快乐最重要的。是的，是的，唱歌确实给人家带来快乐，自己也很快乐。我觉得唱歌的过程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那么你今天带来的歌曲跟之前上一次唱的会在风格上接近还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两回事。上次我呢，唱了一首金歌《梨花颂》。梨花颂很多人也不敢唱，他说有京剧的味道，唱出这个味道比较难。那我也是给自己挑战一下，我说我喜欢唱歌，然后我的嗓音呢，我喜欢唱民歌，比较适合我。那我就我试试看唱个金歌怎么样？感觉，还好。我的朋友说还可以，金腔味也是有一点了。那我说觉得也挺开心。那么今天我想唱一首是那个宋祖英的《兵哥哥》，这个完全是民歌的唱法。也就是平时你唱的可能民歌比较多，对对对，比较多，比较多。哎，那今天我就想唱一首《兵哥哥》，是这样子。好，让我们这个一起期待您这个用另外一种风格演绎你的这个歌唱的才华。没有，不敢当这样子，我只是在学习，就喜欢唱而已。好，真的非常欢迎你再次登上这个巴黎卡拉巴的舞台。谢谢。好，下面就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歌手，有请周安岳。周安岳，你好。今天你将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我唱一首那个谭晶的《永远的香格里拉》。准备好了吗？可以了。有信心吗？一定。相信你是可以的。好，把舞台交给你。自己为自己加油。可以。
永远的香格里拉是由秦光荣作词，刘青作曲，谭晶演唱的一首歌曲。说起永远的香格里拉，不得不提他的作词者秦光荣。秦光荣曾任云南省委书记，而鲜为人知的是他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填词人。秦光荣毕业于湖南衡阳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文人情怀。在云南期间，曾用林林笔名发表过多个诗歌作品，同时也是永远的香格里拉、七彩云南、云南美等歌曲的词作者。秦光荣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林林是他的笔名，他的老家是湖南永州，就称林林，林林是林林的谐音。说起永远的香格里拉这首歌曲，秦光荣告诉媒体，那一年是迪庆藏族自治州成立50周年，当时的州委书记齐扎拉知道他文采很好，便给他提出一个要求，要他写一些歌词作为那个庆祝大会上的一个节目。后来那一次秦光荣到那里去调研，沿着金沙江走上去，走到德坎，再沿着澜沧江走下来，通过现场这么一走，突然来了一点冲动，写下了两段话。远古传来一首首吉祥的歌，歌的名字叫香格里拉，经幡诉说千年沧桑，琴弦弹唱新的神话。你把和谐送给人间，你用旋律征服天涯，你是我心中不落的日月，你是永远的香格里拉。就这样，永远的香格里拉诞生了。在50周年庆典上，著名歌唱家谭晶演唱了这一歌曲，深受大家的喜爱，从此便在云南乃至全国广为流传。下面我们有请周安月女士来为我们演唱这首《永远的香格里拉》。千年沧桑，琴弦弹唱新的神话。
砖条做丰收喜，张芳娘一祝福来唱，你把和喜送给人间，你让天下情如一家，你是我心中不落的日月，你就是永远的香格里拉。哇，周安业今天是有备而来，是一次比一次唱得好啊。还是紧张，还是紧张。谢谢。没有，在你的脸上呢，我还是感觉到呢，非常的自信，非常的自如，今天的歌声也非常的舒服，我相信你自己也会有同样的感觉。还可以吧，还可以，我要是多练几次可能还表现得更好一点，还是有点紧张的关系。我相信在场的观众朋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会有这种感觉，今天是非常好的，一定已经练了很久了，不用再练了，声音已经非常好。谢谢谢谢。好，李老师，还是要一定要介绍一下自己，因为呢可能有的观众朋友对你会比较有印象一些，因为上一次呢你已经来参与过我们的节目了，今天但是呢还有一些新的朋友可能不认识。好的，我叫周安月，我来自哪里？浙江省青田县华侨之乡。OK OK， 那您现在是做什么工作呢？目前没有，因为我们那个店卖了已经几年了，目前还没有。目前的工作呢，主要就是练歌，好好的练歌，这就是目前最大的工作了。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真的唱歌、跳舞都喜欢。难怪歌声好。然后这个身体又好。是的，健身，我还去锻炼身体的，有健身。好好的，刚刚呢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身后呢出现了一些您的照片，不知道您有一些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讲讲。因为这张照片我们看到呢真的是太美太美了，又有中国的特色，这个旗袍非常的鲜艳。谢谢谢谢。对啊，现在我的业余时间真的是唱歌跳舞还有旗袍秀都是我的目前我的工作吧，没有工作也是业余爱好，很喜欢去做这种方面的那个锻炼身体，给自己带来快乐。平时也会有很多人去陪你一起参与这样的活动。有，我参加这个旗袍秀呢，就是中华那个文化交流协会，是那个钱美容会长组织的，就下个星期我们还有表演。啊，好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身后还有一张好像是你小时候的照片呀。有很青涩的照片啊，这张我20来岁，刚刚有那个拍那个彩色的照片啊，拍的臭美一下，现在还是很臭美的。所以那个时候已经非常喜欢谭晶的歌了是吗？谭晶的歌，对，我可能我的声线可能比较那个学他的歌比较容易吧。是的是的是的。以前我就很喜欢李谷一，我非常非常喜欢李谷一的歌，以前小时候的时候。比如有什么歌曲给我们展示一下？太多了，那个香亮啊，还有我和我的祖国，这些红歌我都会唱。这个我也会，我也会，我相信你也会。好好好，谢谢你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两个内容是要考验一下你的。你除了唱歌好听以外呢，我相信呢你对吃呢也是非常有要求的，所以呢我们身后呢会有一份菜单，看看有哪些是你比较喜欢或者比较熟悉的。哦，聚宝莲花，聚宝莲花这个拼盘吧，可能是头道。哎呦，很多。会做吗？会做吗？我会吃，做餐馆做厨艺还是我老公大师傅，他做的东西很好吃，所以我的口福很好的。所以今天这位在台下那个帮你拍很漂亮的那个摄影师大哥就是你先生。
啊，这在此啊，我也特地的谢谢我的家人，谢谢我的先生对我大力的支持，还有谢谢李老师，谢谢，我也跟您跟您学习已经一年多了，也谢谢你支持，还有谢谢我的那个周大姐，周颖凤大姐给我们那个有这个平台让我来展示一下，让我也锻炼一个机会。嗯，谢谢。因为呢，我们节目呢旨在挖掘更多的喜欢唱歌的人，给他们提供一些舞台，因为我们节目播出以后呢，有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也希望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来，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节目呢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心，得到很多支持，然后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晚上8:30吃完饭坐在电视机前就等着看我们节目，真的，哎呦，每一个歌手我们每一期都看，看完之后都会打电话来说，哎呀，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你想参与你就不要犹豫了，真的不要犹豫。我其实很多有朋友他们想参加这个节目，但是他们有点担心怕自己唱不好，其实呢就是卡拉 OK 娱乐嘛，我们都不是专业的，嗯，朋友们你们过来嘛，姐妹们过来，过来参加啊，不用怕的，我虽然参加第二次了但是上台的紧张还是有一点，有一点，但是今天真的是表现得非常棒，谢谢，歌声也是非常好，谢谢，处理也是非常的到位，希望你还继续可以参与我们节目，来看我们节目，继续加油，你也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份菜单，哎呦，椒盐虾我就很喜欢吃，椒盐虾很喜欢吃的，但是你看，嗯，很多东西有看到我怎么办啊，那都喜欢吃的，这个呢我看起来呢，嗯，这个也是相当的美味，我现在呢，就是啊，恨不得马上就收工回去吃一顿哎，你看是不是我们这个餐馆里的那个菜呢，这个呢你可以来这里品尝哦，然后这个主要呢就是来考一考你对这个饮食的一些认识，还有你会不会做啊，或者有没有这方面的喜好呢，我们主要是了解这些，然后第二个难关呢，我们想考你一些关于音乐上的问题，请周老师把问题拿上来，这个比较专业化了，嗯，哎，我们周大姐谢谢你，谢谢你，好，请你抽一个问题，好的好的，嗯，好，您抽到的是关于中国歌手那英的一些问题，很崇拜的那英呢是中国非常著名，就是殿堂级的女歌手了，而且她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弘扬这个中国的这些文化，而且她也是因为她本身也是一个少数民族，啊，对，少数民族的人，所以呢首先我们来看看那英三个问题的第一个问题，请问那英是哪一个民族的，A， 我知道知道，那英这么有名我怎么不知道呢，满族，我知道的，好，你的答案是非常正确的，看你自信的脸 一眼的自信，我相信下面的答案你也是知道的，我很关注他的那英，好，请问下面哪一首不是那英的歌曲， A 默， B 不变的心， C 山不转水转，第征服，哪一首不是他唱的，是吗，哦，那就第一首吧，征服跟那个山不转水在转都是他唱的，第一首不是他唱的，第一首是默，第二首是不变的心，像两首都不太熟啊，对呀，啊，但是山不转水在转我就很熟悉，对，然后，那个，现在答案就在 A 和 B 之间， A，我有个硬币你要吗不变的心是吗，嗯嗯，你的答案是对吗对吗对吗，正确的，啊，有奖默呢这首歌呢是相对近年来比较新一点的作品，可能对那英喜欢的喜欢他老作品的一些朋友们呢可能不太熟悉，默呢相对比较新一些，所以呢这个答案应该是 B 不变的心，所以这个并不是他的作品，好，看看第三个问题，这个太简单了，不要太难哦，请问那英是哪里人，哎呦， A 北京人， B 山东人， C 辽宁人，绝对 D 广东人，我是广东人啊，是沈阳的吧，辽宁沈阳的，
你的答案是正确的，恭喜你，所有答案都答对了，非常好非常好。所以呢，你不仅你歌又唱得好，然后这个舞又跳得好，这个音乐知识呢也是理解的非常的全面。谢谢，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啊，有奖励吗？有奖励，让我们给你热烈的掌声。好、哦，谢谢啊，谢谢，嗯、谢谢大家。感谢歌手们的精彩演出，也感谢您的收看。本节目由美味传千里、幸福传万里的幸福楼冠名播出，同时由巴黎爱美丽珠宝公司、大元酒家、万家灯火酒家以及尼加拉批发酒行联合赞助播出。感谢以上商家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才使得我们歌手的歌声更加悠扬，耀亮三日。也感谢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一贯支持，我们节目也欢迎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金帆诉说千年沧桑，琴弦弹唱新人赏花，不转挑唆风骚戏，张芳扬溢祝福奶茶。